天下间受过我恩惠的人太多，只要我需要，他们中的任何人就会马上赶来为我做事。啊，难道你就是富比石崇、全国首富、万三千万大人呢？ 希望你以后叫我三千。万大官人在上，在下不敢。我当年创办天下第一庄，请铁胆神侯做主持，目的是在江湖招揽所有的异人奇才。神侯说，会请他的义女做庄主。在短短的几年之间，已经招募了108个能人奇才。但唯一可惜的是，万某同庄主始终未能有缘相见呢。 在下因为有公事在身，寻找程是非，所以失绝了先生的身份，请恕罪。什么话？万某今晚宴请海棠姑娘，其实和这次来富贵村有关。我记得2个月前，有人曾经和我说过一些事。他说我上月中旬，在富贵村有姻缘，并说出对方的生辰八字，还说此人先后救过我3次，结果全部应验。 那是个巧合而已，那个八字是我胡乱编出来的。八字是真也好，是假也好，反正巧合就是姻缘，天作之合，天意难违呀。这个翡翠玉镯是我娘临终前交给我的，她叫我亲手帮我媳妇戴上。我希望你能接受。啊！救命啊！海棠姑娘，海棠姑娘。 海棠姑娘，你别躲在里面。海棠姑娘，我是不是太唐突了？是啊，你太唐突了，你快走啊！但是晚饭还没吃呢，海棠姑娘。我不想吃啊，我想休息，你让我静一下。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原谅我吧。我对你一定不会放弃的。我先走了。 喂喂喂！啊，慌张成这个样子，见鬼了！是啊，比见鬼还恐怖啊！你不知道吗？云罗郡主跟太后静修回来了。什么？云罗郡主回来了？是啊，马上就到这儿了。我不跟你多说了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！哎哎，等等我。 程是非这个人生性好玩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要找到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郡主啊，你就再多等他几天吧。还要再多等几天呢？当初他答应我20天之内找到程是非的，我才跟母后到北山寺进修的。你知道那20天有多苦闷、多难熬吗？下次带你去试试看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郡主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去葫芦山庄跟海棠要人。 出去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看呢，全都是躲着我，不敢出来见我，不要气得你奶奶我一把火烧了这个鬼地方。郡主，你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什么奇怪感觉？头皮有点发麻，背后上的汗毛全都竖起来了，冷冷的。现在是大白天，不要讲的跟闹鬼一样，好不好？ 你不讲还好，你一讲，我觉得头皮有点发麻似的。这是杀气。你是谁啊？弟子第一号，归海一刀。你去把海棠叫过来。海棠去找程是非了，尚未回庄。两位请回吧。郡主，我听说归海一刀。
刀的刀法特别快，你吞一口饭，他一刀砍下你的头啊，饭还在口里，还没咽下去呢。你乱讲，哪有那么快的刀法？有，我的刀比这更快。哎，我可是金枝玉叶，你敢对我动刀吗？护龙山庄乃先帝创立，凡是对山庄有敌意者，先斩后奏，格杀勿论。那谁说我对护龙山庄有敌意啊？你刚才不是说要一把火烧了这里吗？人家是开玩笑嘛。你，我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。郡主，你欺负我！谁胆子这么大，敢欺负我们的郡主啊？皇叔，这个使刀子的人他欺负我。他是护龙山庄的大内密探，有责任保护山庄。他对你已经是手下留情再留情了。可是，人家只不过是想来找海棠而已。海棠正在帮我找程世飞，你不要胡闹。有消息我会告诉你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我想一起去找他。你真的想去？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皎如青丝暮成雪。这个时候是什么人在吟诗啊？是张进酒。皇叔，你以为我连李白的《将进酒》都不懂吗？我还知道下一句是“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”。参见神侯。你已经有了程世飞的消息？有，他们本来已经在恶人谷会合，后来坐风筝逃走之后又失踪了。有人说他们到了安乐镇。安乐镇，谢谢啊，我们去找，快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还。义父，为什么要让他知道？这个丫头本性难驯，如果不让她知道，她会烦死本王。况且，海棠遇到了一生中最难解决的难题。是什么难题？万三千对她的追求。全国首富万三千，这个人想得到的东西，是不会轻易罢手的。那就砍掉他的手。你似乎对追求海棠的人很有敌意。你已经知道她是女儿之身了。安乐镇方圆百里都是曹正淳的势力范围，我会飞鸽传书给海棠，通知他程世飞的下落。你立刻赶到那里助他一臂之力，我怕他会遇到曹正淳的高手。义父，那你一个人在山庄？你不用担心我，速去速回，将程世飞和郡主一起带回来。是，一刀领命。你去哪里啊？海棠姑娘要走吗？我收到了义父的密函，有公事在身，我要走了。那好啊，我陪你上路。你陪我？有我在你身边，你做事都会事半功倍的。啊，是吗？等你的任务完成之后，我就陪你回护龙山庄复命，到时候请神侯帮我们做媒，在天下第一庄设天下第一婚宴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好，好，好难呐！为什么？我老实跟你说，我不喜欢你。没理由的，我们是命中注定的，你是不可能不喜欢我的。我对你说，我对我的夫君要求很高的，我不能把自己随便嫁了。这是当然了，所以你选择我是对的。是吗？但是你不够好，这样行了吧？为什么不好？我有钱有势，天下间没有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。是吗？我不相信。你这么说呀？
那么你说出一件事情，我要是办不到，我就立刻离开你。那你说的啊。相反，如果我办到的话，你可就要嫁给我。怎么样？好，三个，你解答我三道难题，我就考虑嫁给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。哎，你讲啊，第一道难题是什么？怎么了？难题还没有想好吗？好，第一道难题，世上有三颗天香豆蔻，你能找到其他两颗的下落吗？怎么样，做不到？这件事你给我时间，我一定办得到。其实啊，你出的这道难题呀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已经托我去寻找了。另外一位朋友？难道是？你不用猜了，我的那位朋友就是你心目中的那位。他寻找天香豆蔻已经找了20年了，天下只有他这么痴情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总之你解决了难题，再来找我吧。哎呀，幸好是把他给打发了。如果是他跟着我去安乐镇，我会烦死的。你们紧紧跟踪海棠姑娘，她是未来的万夫人，她的行踪要每日向我报告。她少了一根毫发，你们就要人头落地。是是。海棠，总有一天，我要执耳之手，与耳偕老。救命啊！我快热死了！正是被这个混蛋，什么地方不去，非去这个鬼地方。郡主，不如我们回去吧，走了一半才回去，不可以，非要找个城市飞不可。那就只好多热几天了。程世飞这个混蛋，为什么要去安乐镇那个鬼地方？今天是谁那么倒霉啊？是齐贤啊，快走。跪下！跪下！犯人齐贤，上个月初时，丁师爷九命曾借你10两银子，可有此事？回禀大人，确有此事。你无缘无故借丁师爷10两银子，所谓何事啊？回禀大人，小人娘亲一向体弱多病，上月病情加剧，逼于无奈，特向丁师爷借钱治病。哎，启禀大人，卑职见他一份孝心，就借给他10两银子。哦，哈哈哈，丁师爷善心可嘉呀！啊，岂料齐贤这小子不但不给他娘亲请大夫，哦，还把这10两银子拿去寻欢作乐。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不可能的，这齐贤啊是出了名的孝子，我还亲眼看见他为他母亲出钱治病呢。嗯，哎呀，这丁师爷啊，含血喷人，舌头熟言好人有限。肃静！齐贤，你母亲的病后来怎么样了？大夫尽了力，可惜还魂乏术。分明是你贪图玩乐，没有用那10两银子去请大夫，导致你娘病死，你还想狡辩？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明察秋毫。大人，卑职正要状告齐贤欠债不还。齐贤，现在告你欠债不还，你可知罪啊？我可否通融几天，让小人筹钱还债？大胆刁民，你欠债不还还有众多理由。刁民齐贤，你欠债不还证据确凿，本府一律判你割肉10两，以作偿还。敢问大人，本朝哪有割肉还债这条律例？这
这是本镇的律例。这就是本府定的，谁敢不听？来人呐，给我用刑！大人，饶了吧，大人！饶命啊！只怪他倒霉了，他老婆白香长得那么漂亮，让丁师爷看中了。哼，不把他弄死，怎么能抢他老婆呀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前辈，刀下留情！就是他老婆。放开我！前辈，放开我！前辈，相公，你没事吧？娘子，大胆刁妇，竟敢在公堂上大呼小叫，报上名来！回大人，民妇乃齐贤之妻白氏，特意带来十两银还与丁师爷的。娘子，你何来的十两银子？这是我向娘家和邻居借的。辛苦你了，丁师爷，现在还你十两银子，请放我相公。太迟了。什么？借钱的期限已过。什么期限？哎，我借钱给你的时候不是说好了一个月还钱吗？啊，人家都知道，现在期限已过了，必须受刑。你什么时候说过一个月啊？我借钱的规矩都是一个月还钱，谁都知道，就是你没听说过吧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的规矩是不是人人皆知啊？是啊。哎，这丁师爷借钱于你，就可以十年以后还吗？哼，借钱不还就得受刑。来人呐，给我醒醒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中！谁？大人你好，报上名来。曹狗狗，大胆！竟敢拿东厂的曹公公开玩笑。大人，我的确姓曹名狗狗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不过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我提曹狗狗，你就会想到东厂的曹公公呢？你，哎，本府问你，何敢拿石头乱扔公堂，罪大恶极。大人，其实草民一直在外面观察着大人的审案。我觉得大人你非常的公正又很聪明，尤其是你定了一条割肉还债的律例，草民十分的欣赏。是吗？不过草民有一个疑问啊。说，就是当一个牙差哥哥在施行的时候，怎么样可以确保他割出来的肉不多不少，足足够十两呢？那割得多好像不公平，割得少呢好像又便宜了他。言之有理，草民有一个妙法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。快讲快讲啊！我们可以拿一个天平出来，这一边呢摆上十两银子上去，另一边呢摆上十两肉上去，直到这个天平两边保持平衡，我们就知道足足够十两肉了。果然是言之有理。来人，快拿天平来。大人，天平已备好，快拿十两银子放上去。是。等一等，大人，草民这里刚刚有十两银子，可以借大人一用。好，哎，来放上去。是。现在给我醒醒！相公，大人，大人，等一等。什么事啊？大人，在行刑之前草民要告一人。哎，大人，这一案归一案，照理应该先审完这件案子再审其他的案子。这一案非同小可，你不如先听听我要告谁啊。好好好，你快说。草民要告你。什么？你曹狗狗，你告我什么呀？告你借钱不还喽。我什么时候欠你钱呢？哇，怎么这么没有记性啊？那十两银子正说是借给你的，刚刚发生的事情你就不记得了？哎呦，那是你自愿的。我自愿借给你的，但是你要还的。这样借钱给你当然是我自愿的，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叫抢。那我现在就还给你。对不起，太迟了。什么？你还钱的期限已经过了。什么期限？
通常我借钱给人呢，要在我讲三句话之内就要还。你时限已经过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哎，鬼话连篇，谁知道啊？对，谁知道？对，我都知道。你听到没有，大人？难道我借钱给你，你就可以十年以后再还吗？既然你不能准时还钱，就必须受刑，以儆效尤。如果你一定要割他十两肉出来的话，就首先要割你自己十两肉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难以服众。把他给我拿下！是。你知道了吗？哎呦，恕你无罪，去吧。多谢大侠相救。好，不用谢了啊，不用谢了。记住，我叫曹狗狗，我迟早会有空回来陪你玩。准备的早点，用不着这么客气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国知府这个狗官啊，常常欺压百姓。昨天大爷你为我们出了一口恶气，实在是痛快呀、啊！大爷啊，你简直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啊！哎，英雄，坐坐。是吗？是吗？是吗？我是大英雄啊！啊，以前在榕树头那里呢，我听卖药的郎中说呢，狄青啊、岳飞啊、薛仁贵啊，那是大英雄。我今天第一次被人叫做大英雄的感觉，比做大内密探的感觉好好多。好，大英雄，趁热喝。今天我真是第一次饱的走不动路了。怎么样，大英雄，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我自出娘胎以来呢，除了我妈妈的奶汁以外呢，我最满意的就是这顿饭了。那吃得够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大家既然对我这么好，看来我这个大英雄要做点大事情给大家看一下了。大英雄。比较迷信，我看是什么菩萨吧。可他们抬的不是菩萨呀，那是什么？就是飞郡主。哎，你看大英雄回来了。别中间。生啊堂。大人，这就是陈员外孝敬您的小小的敬意。大人，
您看陈员外状告周员外周大富的那个事儿。啊，你转告陈员外，请他放心，这周大富还要送你来这儿呢。本府要看看这谁送的礼大，那再做主意嘛。哦，大人英明啊。大人，大人，不妙了，不妙了。怎么了？他又来了。谁又来了？昨天那个曹曹狗狗啊。他人呢？现在就在公堂之上。这小流氓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来本府找死。走。为什么等这么久啊？端杯茶来给我喝。哎，大胆！哎，本官的座位岂容你这匪类乱坐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去，把他给我拉下去！曹大人。就算我怕你了，你究竟想怎么样嘛？何大人，你审案太辛苦了，我帮你审案。大人，你究竟要审什么案呢？我要帮你审黄金。好，好，你审完了就走好吧。来人呢，传黄金上堂。谁是黄金呢？你？是你？我审的不是人，是光澄澄、亮晶晶的黄金呢。你窝藏罪犯，快把他交出来！我没有啊！你还这么嘴硬，是不是想让我的后堂把犯人给抓出来啊？不要不要不要！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我现在就到后堂去抓去，好不好？我等你。把银子借我使一下。去你的，给了你还能拿回来吗？想都别想。哎呀，你不把银子给我，我怕那小子还有别的招数对付我。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还怕了这个小流氓不成？还不派祖四他们找师兄九尾狐来办？哎，对呀，一言惊醒梦中人。哎，祖四在，快去万花楼找师兄九尾狐来。对付那小子，卑职立刻就去办。走住！大人，快飞鸽传信东厂曹都主。卑职遵命。大胆黄金！为什么你见到本英雄、天下第一美男、天下兄弟、父母官，你竟敢不下跪呢？大人跪了又怎么样呢？黄金，本府来问你，为什么你要涂黑了脸，改头换面，变成了黑金？究竟为何？从实招来。这明明是黄的，你为什么说它是黑的呢？是啊，分明是黄的。是黄的吗？是黄的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我先问一问我的街坊。哎，各位街坊，请告诉我，这黄金究竟是黄的还是黑的呢？黑的，黑的。啊，谢谢啊，黑的，谢谢，谢谢。看来两位大人的眼睛有问题啊，要不要找一个郎中来看一下？你这不是指鹿为马，指黄为黑吧？对，大哥，看你们样子很不服气呀，等本府亲自审问，让他招供为止。黄金，现在我来问你，你身上究竟是黑的还是黄的呢？还挺嘴硬，不肯招供。成事为下有什么鬼啊？我看呐，他是在戏弄这个狗官，咱们不要打岔。不放过你，会放过你的。哼，不用重刑，看来你们不会招供。你们两个，立刻拿个火盆过来，把他们扔进去。且慢，且慢。哎，这金子到了火里，它就化了。我相信它是黑的，我相信它是黑的。
丁师爷，你看清楚，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呀。是黑的，黑的，对，黑的，黑的。这是你们用重刑，我也不会怕的。就算你们杀了我，我还有千千万万个兄弟帮我报仇呢。什么？你还有千千万万个兄弟？原来你还有那么多的同党，快讲出来，他们在哪里？啊！有种的话，你就杀了我，我死都不会说的。大人，看来他的同党就藏在你的内堂里面。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或者有你不知道呢？你们两个进去跟我搜。哎，没有没有。九爷九爷，哎呀，九爷别快活了。骂谁呀？是我呀，祖四。祖四找本大爷有什么事啊？有人在衙门捣乱，知府大人有难，请九爷马上前去营救。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在干什么？妾身在补鞋。现在大爷，我来问你，有没有见到黄金的同党？黄金的同党没有，没见过。你有没有？没有，没见过。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有没有。不。起来。起不起来啊？呦！哇，这样都可以坐得下去？哎，且慢，你们都下去吧，快快快！大爷，大爷，你这么喜欢黄金，我可以分一半给你吗？是啊是啊。你六，我四，哎，好不好？你七，我三。对呀对呀，好了。嗯。啊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拿去用吗？死鬼！干嘛？别过来！放开你的死人手！所有的同党通通缉拿归案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人饶命啊！哎呀，行，你个个改头换面变成黑金，潜入官府究竟所为何事？赶快给我从实招来。回大人，其实我扮成黑金潜入官府，是想让何大人替我做主。啊，知道了。何大人，啊，他们说想让你帮他们做点事，究竟什么事啊？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大胆黄金，你们可知道诬陷朝廷命官可是死罪啊？我讲的句句都是实话，不信你问他们是不是。好，黄
黄金们，你们能指出证人，可免一死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。现在本府就派你们速速离开官府，洗心革面，恢复黄金的身份，分派到各家各户，任由百姓差遣。你们说好不好？来人，替我把这两个贪官锁起来。恶人，你要么放下黄金，不然的话我们手底下见真章。臭婆娘，用火药伤人，不敢见真章，算是明修好汉。西洋之地早用火枪炮了，他把剑显威风的日子很快就完了。我呸，留下！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同党啊！我们是东厂曹公公的手下，识相一点的就把他留下。原来是曹烟狗的小狗啊！你们不睁大眼睛看看你姑奶奶是谁啊？跟他啰嗦什么？杀掉算了。我是云罗郡主，你们敢对我无礼啊？听说云罗郡主私自出宫去找程始威，难道真的是这个小姑娘？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哎，这狗官跟那个贪官是一伙的，你们跟那狗官是一伙的啊，所以你们跟那个贪官是一伙的啊。曹正淳是那个狗官的后盾啊！不管你是不是郡主，还请随在下一起回去复命。哼，我需要听你这个小角色的命令啊！我走了。不能走。你这奴才好大胆子，你敢欺负我？不敢。不过现在外面的日子不太平，到处都有人假扮郡主，昨天就有三个，等回去曹公公确认你是真正的郡主，在下愿意向你赔罪。你们去照顾那小子，他我带走了。哎，各位各位，哎，把我也带走吧，小子。我们有令在身，不能带你走啊，还是送你上路吧。哎，为什么每个人临死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是五毒呢？大哥，走，走。哎，别紧张，别紧张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别紧张，哎，一个一个来，我一个一个签啊。以后每逢初一十五呢，我就会在庙前开一个签名演唱会啊，人人都有份，都不会落空啊。这么开心，谁在哭啊？啊，他在哭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哎，小姑娘，你有什么？哎，你是小奴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郡主不见了。郡主来了。知道了，就带我到这里来找你。那么他人呢？刚才他在县衙那里看到那个用火压的狗贼抢了黄金，就追了上去。可是现在太阳都快下山了，他还没回来。这么说出事了。哇，郡主死得好惨啊！
谁说郡主死了？她可能是被人给抓走了。郡主是金枝玉叶，给人捉了侮辱了，那不是更惨吗？哎呀，不要啰啰嗦嗦了，现在不是正在想办法吗？哎，大人，我们能帮什么忙？那，哎呀，我的未过门的妻子来到了这里，她可能是被那个狗官的同党给抓走了。现在呢，麻烦大家到镇外去帮我打听一下消息。那，郡主穿什么衣服？白色的衣服。啊，大家听着啊，她穿白色的衣服，好漂亮的。她大大的眼睛，尖尖的脸，小小的嘴，喜欢骂人的，见到人就又捏又打。你们见到她以后就赶紧走，不是，走来通知我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这么快啊！这件事可能与那狗官有关，我们先回衙门。你还有多少同党？快点跟我讲！你敢殴打朝廷命官，你要造反了！哎呦，你们这种贪官，早晚会被朝廷给斩了。等我先打够你们一顿，然后禀报朝廷，将你们抄家。我们是东厂曹公公的人，你惹得起他老人家吗？早猜到了，原来是那个曹烟狗的走狗是吗？你敢辱骂曹都主？哎，郡主会不会被曹正淳的人抓去了？有可能，不过我想他们不敢对郡主怎么样。那你再多打他们几下，为郡主出气呀！我再打他们就打死了。可你不打，他们不会说的。如果东厂的救兵来到，应该很快会来找我。不用急，出去休息一会儿，啊！我休息之后再来打你。哦，这么快就来了？谁呀？当然是瘟神了，难道是财神啊？我走得比你快啊！你不想死的话，就快点走。我都知道的了，所以找你们来用些红绳把我捆住。喂，老实说呀，你们这五位媒人实在太丑了。喂，胡一大侠，你们是不是找我去喝酒啊？如果是的话呢，先帮我解了这红绳，等我吩咐下人煮些酒菜给你们吃啊。所以说呀，缘分到了是拖也拖不掉的，真是麻烦。为什么奸笑啊？喂，你们想怎么样啊？我知道你们是东厂派的人，有什么厉害的吗？有本事让我下来跟你们单打吗？放开，我们有那么笨吗？受死吧！等一下，大侠。又怎么了？大侠，我不知道五位大侠最近大名，小弟不知道五位大侠叫什么名字，这样就算小弟死了也会不明不白啊，死了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呀。你真是麻烦，你听着，我就是五毒的蝎子，我是金蝉，我是蟾蜍，我是蜈蚣，这些红线就是我们的绝招，我是蜘蛛。你心虚了吧？受死吧！对不起啊，我又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。我是蝎子。对啊，蝎子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蜘蛛。我的这个记性真是太差了。你叫无什么无差无无什么？蜈蚣。哦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想拖延时间？我们不会上当的，受死吧！哎，先等等，快说出你最后一句遗言，我数到五就杀了你。一，我想死之前见到我未过门的妻子云罗郡主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被五位大侠给抓走了啊？被我们的大档头鹰爪大档头抓了，来世再见吧。二。哎，没有啊，我家乡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在临死之前呢要脱光自己的衣服的。三。没有啊，求你了五位大侠，在杀我之前将我的衣服脱下来吧，谢谢。荒谬。四。谢谢你们，别杀我。五。杀。娘啊，孩子地府来找你了。什么？
我和他有何分别？怎比是爱的强烈？逃不空这种痛，我不过渴望你一点的了解，爱要的是完全，容不下残缺。我只要做你心里的底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留意？没有你我只是废墟。不稀罕做谁的天下第一，我只想做你心永远的唯一，能不能有这种荣幸抱紧你？怎湮灭这感觉，它把我撕裂、怎么解这纠结，在爱的江湖我不曾退却。我只要做你心里的第一，为什么你眼里却还是有意义？